好长的裙子。里边都穿什么？我已经穿了，哦，保暖裤。太冷了啦，要零下十度吧。嗯，到了，直接进去吗？这是高难度。面壁思，面壁思。Miko。转不了头，那么反光吗？你去抽去。我觉得今天就是有点像是在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一样，然后妹妹是小红帽，男士。真的，没骗你，没看出来。